下一个节目请您欣赏相声《情义千秋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。哟，谢谢于老师，您的快递来了啊。我这个是房卡吗？谢谢啊。哟，还有我的呢。哎呀，我可喜欢这个米老鼠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每次来演出我弄得就跟上货似的，因为你们我们家开俩超市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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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喊什么的都有啊。嗯，就是看现场观众的称呼就知道你是谁的粉丝，能听出来吗？那当然。哦，张云雷的粉丝喊姐夫啊，不少。郭麒麟的粉丝喊爸爸，你看看。这个于谦老师的粉丝喊祖宗。不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这么喊。来了一个，你看，你的粉丝不是很多啊。啊，谢谢吧。嗯，听相声啊，最大的乐趣啊，就是台上台下可以互动，哎，就聊天。哎，有时候台上说一句台下也说一句。对，这个有的时候台下有一观众要搭对了一句，整个后台说相声都挑大拇哥，就是这句说的好巧。嗯，接的是时候。哎，有意思。我打七岁学这玩意儿，嗯，到现在干了半辈子。嗯，反正要是赶上观众在底下搭对的，嗯，搭的好，嗯，也就三到四回。哦，哎，大部分是跟人下起哄聊天吗？有的喊的，男的喊的多，是因为带着女朋友，是吗？他得逞能啊。怎么叫逞能啊？他得让他女朋友看，你看我有多灵。哦，我有时候就看这俩人，郎才女貌，男孩也精神，女孩也好看漂亮，我就愿意给他嘴里递一句，哦，让他接个下茬，好露脸，俩人好好过日子。这就能好好过日子。哎呀，有时候一瞧俩人长得跟踩过似的，我就弄死你。什么话这？采过什么样啊？你老北京方言一种水果没长成，哦，长成样啊？采过，哎，采过，哦，没见过采过，没有，去照照镜子。我叫我呀，我像采过似的。刚才烧饼，嗯，烧饼跟曹火阳这小哥俩，这是我俩小徒弟。对，嗯，卖故意，嗯，让他休息一会儿去。嗯，换上我们老哥俩来了，说一段吗？您都认识我们，熟悉。我还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。客气，我叫郭德纲。哎，啊，谢谢各位。这个着重的要介绍一下，太客气了。今天这个日子呢，是一个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。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就这一年呢。先等一会儿，别往下说了，肉快肉快。姐，等一会儿吧。嗯，跟您商量点事儿。好的，以后您要不打算介绍我，就别往我这边比划一下，行吗？这太别扭了。没有不认识您的呀。不，来的都是熟的，中国相声界数一数二的人才。您过奖了啊。醒于明谦，字麒麟。因为啊，我怎么跟你儿子叫一名了？你这个，我一定要批评你了。怎么呢？你不要像那些个相声演员一样，在伦理上道德上找一些个包袱和笑料，这个没有意思。你是好像你叫麒麟，你不要指望分我的任何东西。废话，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。我这你要给我，我叫就叫了。你这玩意儿那多新鲜呢。那我给你一毛。我谁呀？咱讲理啊。啊，你说俩孩子，俩小孩，一个5岁，一6岁的，嗯，俩人在台上说相声，哎呀，你是我儿子，这个那个的，观众看完人家烦得慌，这谁也不爱听这个。这俩半大小子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对啊，贫，怎么你就是他爸爸，他就是你儿子？观众不爱看。哎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谁是谁爸爸也就无所谓了。不行，喂，这到什么时候也得分清楚了。哎呀，我能分不清这个吗？那您开玩笑，哥俩在一块儿快半辈子了。
哎，就是啊，为什么要说相声？嗯，为的是快乐，高兴。这个人活一辈子，其实什么都是假的啊，只有开心是真的。哦，哎呀，我趁一幅唐伯虎的画，嚯，打明朝流传下年，哎呀，这幅画值个几百万、几千万，嗯嗯嗯，不值得快乐，不值得吗？在你这是过路。哦，从唐伯虎画完开始，这当中不定经历过多少人了。哦，王财主到李财主，孙大人到赵大人，啊，打明朝才传到你这儿。是，除非你把它撕了，哦，你把它毁了，放火烧了，哟，对吧？这东西它属于你，啊，只要你活着，你这东西出去，比如说你过两天你没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还过两天啊？下礼拜好吧？不是下礼拜，你争不是说没就没了，就说这意思。你有张唐伯虎的画，哦，你没了，然后这你一屋子金银财宝，嗯，你儿子叫一个收破烂的进来，300块钱全弄走了。我儿子败家子儿是怎么着？是你儿子是我搁着你们家的卧底。哎，这好，你是收破烂的，我给他300。啊，这别弄这这东西，你是过路财神啊，那个不是你的。这倒是，我趁2亿。啊趁8000万，哦，你要不花那个钱不是你的，哦，你趁2亿，嗯，下礼拜你死了，对吗？对，我老得死了，我怎么就是这意思？你死了，啊，那个钱不定是谁的，就带不走。你只有说这钱你花了，嗯，哎，这钱于谦曾经拥有过，啊，这是我花的，花了的钱才是你的，也有道理。哎，但是快乐是永远属于你的，啊，这是你的亲身体验。我把这个快乐看得特别重。是吗？早晨起来，大家一出来，嗯，一出门口，嗯，车都停在门口呢。哦，家里那个孩子淘气，是拿大铁钉子在车上划。哎呦，划车！只要是别人过去，这得管啊！我绝不喊。是，就这种童年的涂鸦很难得。哦，您管这叫涂鸦呀？哎，对。哦哦，你就让他划呗。划车啊？车坏了还能修呢。你过去踢他打他去，这个，啊，我干不出来。您这心真大，就站着看着。哦，当然，车也不是我的。哎啊，嗯，哦，那孩子也得管啊。孩子也不是我的。哎，好，那是我也边上看。那是 啊等着一会儿那边车主来了，打这孩子。嗯，哦，我哎呀可快乐了。哎，这个，您就这么找快乐呀，啊？人需要快乐啊，开心。哦，胸怀要。宽广一下，就想得开，是不是？嗯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嗯，就是什么高兴什么来，哦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你别就是你别，我就不爱听郭德纲，哦，我就恨郭德纲，是。然后把房都卖了，拿了个钱去买一张他的高价票。哎呦，坐了现场听每一个字听，听完之后坐在门口吐血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你图一个什么呢？这不找别扭？不听别搭理他。嗯，你管他郭德纲如何，你别搭理他。嗯嗯嗯，你走你的。这就可以，爱听谁听谁。哎呀，我就吃不了辣，我非得上人家重庆火锅那吃，吃完蹲人门口哭，然后你骂街，人家打死你都不冤呢。对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哎，啊，嗯，交朋友也是啊，嗯，你就看他别扭，你还得非得找人去，请人吃饭，人家不去，还跪门口给人磕头，呵，图什么呢？见骨头吗？你看，嗯，就是你，我跟谦儿，我们俩好，是，我就愿意跟他一块待着。哦，我跟张三，哎呀，张三聊不来，得了，敬而远之，就别聊了。好朋友，什么叫好朋友啊？朋字都会写，嗯，三点水宝盖一个提腿，这是利刀，这叫字吗？这个走针儿，谁还没完呢？没有吗？你全是偏旁部首啊？您这哦，可能你学的跟我不一样吧？嗨，这谁学错了？那是朋字怎么写啊？2个月，那倒是，这叫念朋。嗯，为什么2个月念朋啊？啊，这个中国古代啊，嗯，咱们大部分都住在中原地区。是离着海边远，黄河流域嘛，见着贝壳不容易。嗯，拿贝壳当钱。哦，5个贝壳拿绳子穿起来，是这叫一季，这最早的货币。2季为一棚。哦，这叫字，都挂了墙上。嗯，来哥们儿串门来了。嗯，摘下2串贝壳货币。嗯，带你吃饭去。哦，天长日久，由这个引申为，这叫朋，是为你花钱，我觉得值，这叫朋友吗？这是朋友。嗯，朋友当然分多少种了，这还有多少种吗？你看有酒肉朋友，啊，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准有他，一有事儿准跑，这叫酒肉朋友。酒这个不能叫，对对啊，嗯，过去有那个笔友，
什么叫笔友啊？写信。哦，以文会友。于老师在北京，嗯，认识贵州那个王寡妇。对，俩人笔友。你老公好不好啊？这不是王寡妇吗？怎么还你老公好不好啊？就是你们来往之后，他才成为了寡妇。嗯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笔友之间交流的比较深了，对吧？嗯，你们用的是匕首。哎，这还别提王寡妇。这六谋害亲夫，笔友、写信。嗯，后来网友不就是吗？啊，网友在网上聊天也写信，也聊天。哎，还有那叫什么那个驴友，什么叫驴友啊？好旅游的那个朋友们。哦，在路上交的朋友叫驴友。对对对。嗯，还有驴肉友。驴肉友是在保定附近。哎，每人拿一火烧，哎，加驴肉的时候交的朋友啊。对对对，吃这个。哦，嗯，还有炮友。不，您这个你看人大伙的反应你就知道了。你们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谁呀？喜欢泡澡的朋友。哦，你们以为是泡茶馆的那个了啊？咱别打哑谜了，成不成啊？哎，喜欢泡澡，老北京有这个。哎，这还真有。北京人啊，过去尤其那个，这老北京就是，就像他父亲那样的啊。对，泡老式的澡堂子。那会儿他爸爸带着我上清华池，啊，是上清华池最老的。我说洗个澡就摸。跟这待一天还跟里边吃饭、啊、对对对，他爸爸告诉我、嗯、少爷这你不懂了，那叫享受，这是一种文化。哦，知道吗？嗯，跟里边吃剃头喝茶，嗯，什么叫青萝卜橘子瓣？对，哎，捶腰砸腿掏耳朵，哎，对对，这是享受。嗯，看这块匾了吗？这是清华池，真到了，这百年老字号。对，今天大爷教你什么叫洗澡。是，老头脱个一丝不挂。哎，我还挺害臊。这还什么臊？还没进清华池呢，门口啊，门口就脱了，在虎方桥那十字路口。好家伙，湖广会馆就给脱了，感觉。看完戏，他爸爸光着屁股就出来了。哎呀，急了，那都、啊、太好了啊！啊，爸爸这都是泡澡的高手，还没泡就脱吗？那是，当然了，中国人好交朋友，是，真正交朋友分多少种？这又。多少种？你比如过去来说，嗯，钟子期、俞伯牙，哦，知音之交，没错，摔琴的那个，对吧？嗯，这个钟子期是一个樵夫，砍柴的，哎，这天跟着砍柴，嗯，听见岸边船上有人抚摇琴，抚摇琴，哎，抚琴的这个主，嗯，叫俞伯牙，对了，是晋朝的一个大夫。当官的，当时的官啊、嗯、都得到天下找高人、嗯、给朝廷推荐人才。哦，走的这个地方叫马鞍山。是啊，这是晋朝的时候。嗯，这个俞伯牙把这琴摆好了。是噔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滴噔噔噔噔噔滴噔。俞伯牙弹的1953年，太晚了，您这俞伯牙弹的西河大鼓啊。我哪知道是什么呀？啊，哎，弹着弹着，噔，弦断了。哟，知道岸边有人偷听啊，这才认识了钟子期，这知音，俩人拜把子。哦，说明年这天我还来，咱们哥俩得好好聊聊。是，转年再来，钟子期去世了，就死了。俞伯牙到坟前哭了一抱，最后把这琴咵砸碎了，摔了。说这是我的知音，知音不在我对谁弹呢？哎，把琴砸碎了。哦，抱着碎琴，嗯，上保险公司骗保去了。哎，这嗨，挺好一故事，让您给糟蹋了。嗯，这是真正的知音之交。是是，哎，论这个，中国人说法可多了，好有讲究。你比如说忘年之交，什么叫忘年交啊？忘年交其实很简单。你比如说我，哦，这举例子，我是一个说相声的老演员。还老演员，比如说我今年已经78岁了，哟，那是高龄的了，78岁了啊，嗯，78岁老演员。于老师，我呢，你有一个孙女，嗯，19岁，是天姿国色，长得好看，就爱上了我。哎呀，啊、我有点纠结，怎么纠结？我跟你爷那么好，嗯，跟你奶奶也不错，是吧？但是你又这么爱我，我们只能打破世俗的偏见。
我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先别提忘年交啊，流氓就说流氓，知道吗？什么忘年交啊？这叫人就说这个意思，这就什么意思？忘记年龄的交往，年龄有很大差距，哎，忘年交，啊，是。举个例子啊，这可以，你不乐意那就拉倒，非要压根儿不乐意啊，行，拉倒，行，回家吧。哎，什么就回家？回家给你爷办丧事去。哎，这啊，等他死了你再回来。嗯，来吧，这是忘年之交。啊啊，还有患难之交，这您细说。患难之交，比如说于老师。啊，这又说我了。于老师是一个84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，嚯，我这还大，哼，这回谁的孙女长得挺漂亮？啊，没，就是你自己，你到我这怎么一个人了？你这个，因为你这个相声艺术家很独特，怎么独特？这个很多演员，不管是在专业院团内的，还是在民间的班社，哦，都不跟你来往。我这人缘这么差呀？啊，哎，你是一个84岁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哦。哎，从3岁开始学艺，哎呦，哎，学了一辈子，终于会了一个绕口令。说相声太难了。然后你每天呢，就在西五环外边啊，一个高粱地里边练功。我怎么上高粱地里练功？你不能进城，你不允许进这个六环。哦，我是黄牌的。哎。你烧豆油的，别提烧什么油了。反正你就每天跟那儿练功，哦，就这一辈子啊，你不管是专业院团的还是民间的，都搁一块儿没人搭理你，就都不理我。终于在你84岁生日之后，你编了一段新相声，名字是叫《打倒郭德纲》，那就很时尚嘛，哎，一下就得到了大部分相声演员的认可。嚯，这主流的感觉都在高粱地里头呢，你想想。你不要瞎说啊，这谁说的？反正你就开始很好了，哦，很好，每天还在高粱地里边就练这段打倒郭德纲。哎，打倒郭德纲是，哎，练来练去呢，天就热了。我好练半年，练到夏天。是，夏天呢就来了好多这个喜欢捉蝈蝈逮蛐蛐的人啊，喜欢草虫的。哎，到高粱地来啊，是啊，大抄子下来，夸哦，给您就扣上了。我。拿我当蝈蝈了，扣上，这帮人就喊，嘿，逮着了，逮这哥大，嘿，这哥大。这话这是蝈蝈吗？哎，过来一瞧，坏了，怎么？于老艺术家啊，还都认识我，向您道歉。你瞧瞧，这帮人里边有一个是华侨，哦，就外国的，赞比亚的华侨，这地方偏点啊，在非洲的中南部地区哦，出咖啡，哦，有特产，出铜，嚯，还有矿。当地人吃的东西叫恩西玛，什么叫恩西玛？就是一种成熟的农作物啊，咱们叫玉米，把它碾碎了之后熬的糊糊状的东西，就是棒子面粥。还恩西玛呢？还直说不就完了吗？赞比亚的方言，这叫恩西玛，恩西玛，哎，吃这三大特产啊，恩西玛、咖啡、铜。啊，还挺全。哎，嗯，华侨回来逮蛐蛐，看见您了，这就是那于老师，这么远人都认识我，太崇拜您了。哎呦，要不要跟我到赞比亚去发展？我上赞比亚，给您、给您做一铜大褂，好吧？那我还动得了吗？我来铜大褂，戴一咖啡帽子，嚯，端着一大碗恩西玛啊啊！我什么形象这是？于老师开心，我要去的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见见熟识。哎呦，我对了。我要去的，我要喝热乎的恩西玛啊！我净跟包谷地里待着。那是那是哈，嗯，他们许给我到年底给我喝热的那个棒子面粥啊，我等不了了，年底才给一碗，我等不了了。嗯，坐飞机到赞比亚，真去了，到那儿就让当地的土著给您捆上。干嘛捆我呀？就是当地有那个土著野人食人族啊，食人族，哎，都是那个脑袋插着各种羽毛那个啊，拿着那个小叉子哦，哎，就那个，给您从上到下扒光了一丝不挂，这是捆好了，准备拿您祭天。我不是到这儿发展了，拿我当阳台那么烤了这个，架好了，底下堆上柴火，身上刷黄酱，哦，哎，葱末，撒上孜然辣椒面，他们这佐料还挺全的哈。啊，不，他这人都不开化，是吗？不开化。这野人们跟那儿开个啤酒啊，准备刀叉。不是，这挺开化的，这个
在吃上边他们挺先进的。是给您都架在火堆上边了。哦，于老眼泪下来了。这还哭呢？我这一辈子冤了。是啊。啊，你说我好好这一辈子被这个绕口令多好啊，临了临了的弄个新作品啊，打倒郭德纲。是。也没得到好处。对。早知道我就不弄这个了啊。就是我。谁能救救我呀？打赞比亚这一声我在北京就听见了。你先瞧我这嗓子。哎呀。心里难过呀、啊！哎呦，都是说相声的啊！这才给他们打一电话。哦，把人放了吧。对。您这是救我呢？您这不是救我，你是那头吧？患难之交，谁跟你患难了？就是你设计的套，这是一碗恩西玛就给我诓走了，感觉。你看你那个艺术水平，就值一碗。不，这不怎么样。这算是把于老师救了啊！于老师很感动哦，改邪归正是无以为报。怎么样呢？怎么报答我呢？啊，他有一个孙女儿19。哎，好嘛，我这都连着的。我们又打破了世俗的眼光。您还是看看世俗界吧。啊，这个就叫患难之交。哦，就是。哎，还有一种呢，稳静之交。哟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于老师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。哦，我就年轻了。哎，于老师坐在屋里边跟自个儿较劲呢、啊。我较什么劲呢？我一块的发小哥们们都不错，混得好。张三，嗯，在澳大利亚买了两个海岛，这不是一般的好啊。李四是欧洲的首富，啊、这了不得了。我不能让他们比下去，这倒也是。我准备用3年时间，我成为一个万元户。我死不死啊我、嗯、我追人家我成万元户我还用3年时间。不是我这就是一个万元户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那之前要干大事业。啊、我要干。我要把赞比亚买下来。然后呢然后我天天喝大碗的恩西玛。哎嗨。我报那仇去了我上面、啊。反正就想那怎么才能够好呢对我得干事儿啊。哎首先得有一好身体。好身体。我别回来有日子挣没日子花呀。对不对？想的还挺远。到那会儿，银行存那么些钱，啊，库里边存着这么多的铜，是，还有那么多的棒子面恩西玛，别提这个，我得有日子消费呀、啊，啊，老喝着也受不了，对吧？嗯，于老师决定明天先去做一个体检，啊，先从身体，从明天开始，嗯，拿出了半年的时间，是每天做体检，我也是浪的，我也知道吗？每天做体检，哎，到医院，我先要做一个胃镜。哦，看一看胃，这就别学了。大夫，来吧，啊，下管子，啊，你不是下管，下揣子呢，这是，啊，怎么样，通了吗？啊，是通了没通的，通了就反出屎来了。哎呀，废话，你这一揣子，没问题啊。你看还是这意思，拔出来了啊。于老一翻身，嗯，来肠镜，我这嗨，这就快通了，哎呀。行了，就别学了。每天就这出啊！到后来，胃镜不做了。哦，每天肠镜啊，下得深一点。哎，连做了5天。嚯、哦！大夫劝他，是吗？要不您换一家吧？哎，对我上瘾了似的。我们有点腻了。哎，对，给大夫做烦了啊。嗯，于老师说，就这几天。哦，明天开始做 B 超了。哦，就改 B 超了。哎，早晨7点，嗯、于老师到医院做 B 超。可以。到这儿了。护士说：“您得喝点水，得憋尿啊。”做 B 超是这样的。忘了，对，喝水。嗯，自个儿买了一箱矿泉水，真敢喝，大瓶儿的那个。嚯、哦！噔噔噔，我这人实诚，喝、嗯。哎呀，一箱都喝了。嗯。啊。肺叶子都飘起来了。嗨，这也太过分了。哎呀。一回头，嗯，上当，怎么叫上当？我就不该花钱自己买矿泉水。那我上哪儿喝水去？医院给准备茶了。有茶吗？旁边有一托盘，一杯一杯的。哦，于老师喝茶的高手，我是会品。有半杯的呀？啊，有多半杯的。
有的呢是一个底儿，嗯，这个颜色有浅的有深的，茶不一样，有的里边还带着小石头，可能是岩茶。嗯嗯嗯，哎呀，普洱这是，哦，沙口，裤衩味儿？什么叫裤衩味儿？哪有这味儿的茶呀？别晃悠了，你醒茶呀？这还醒什么呀？这是生普洱，这个味儿啊，骚起来。哎，那就别喝了那。哎，这大托盘啊，40杯。现在不是讲究喝一米吗？嗯嗯嗯，喝完了啊，自个儿坐着坐着，嗯，护士出来了。哦，看我干嘛？啊，哎，你们这帮人从尿啊，尿啊！我这喝错了是吗？我说怎么骚味儿的呢？于老师觉得嘴里边拉不开栓了，那是，而且牙碜，嗯，然后就喝上那盐茶了，可能，嗯，漱口吧，啊，厕所有那水管子，哦，拧开了，是，嗯嗯，咽了，漱口你倒吐了啊！哎呀，就这，我肚子已经这样了啊！这会儿已经11点半了。于谦，到你了，啊，这到中午才这儿进去做 B 超吗？是啊，啊，上一个病人刚出去，于老师进来了，得带着肚子就进来了啊。人家大夫，嗯，来躺那儿，嗯啊，医生准备一下。对，肚子亮出来了。是啊，做 B 超。啊，于老师躺那儿，人家大夫换手套，嗯，把裤子穿上。哎呵，我全脱了。他哪懂？他以为准备一下呢。啊，裤子穿上，拿这个。那手柄，对，肚子上给擦点东西啊，那油，这看着显示器，是大夫摁他的肚子，嗯，哪那么使劲呢？大夫也是没轻没重，手劲狠，呸啊，滋，哎呀，这怎么意思？墙上出4个字，写的是妙手回春，呵，哎呀，我还滋出4个字来，你。大夫把东西放下，啊，你去走走去，啊，上厕所快去，好，好，啊，我们这屋得开个窗户了啊，嗯，怎么至于那么味儿吗？人家到点了，中午吃饭了，嗯，啊，你下午再来吧，还坐呀？那是于老师上厕所了啊，12点进厕所，啊，尿到12:40，好家伙，我尿了小1钟头，嗯，这儿出来，嗯，找地儿吃饭吧，先吃饭吧，吃完饭下午2点回来，哦，从头喝水，我这撑的嘛，嗯。买大瓶水，暖暖暖暖暖，还喝这个？还问人家那盘那还有，嗯，没茶了？没茶了，啊，茶都撤了。嗯嗯嗯，哎呀，肚子胀了难受啊！啊，上医院门口溜达溜达吧。啊，我先去。一出来，医院后门这儿是一条小河沟，啊，风景还不错。于老跟这儿遛弯哦，走着走着，来一大姑娘。嗯，大姑娘往河里边走，这是要自杀。哦，碰上轻生的了，啊，愣往水里走啊！哎呀。水都到这儿了，脖子再走几步就淹了。嗯，于老得救人呢。是是，跑过去来不及了，太远。于老脱裤子跟着河边就尿，撒尿管用吗？往河里尿啊！这女的水都到这儿了。哦，转身上来了。哎，好嘛，我这曲线救国了。嗯，到跟前问他，啊，你是人吗？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姑娘，我这不。救你吗？对呀，啊，救你吗？嗯，那么缺德了你？嗯，鼓足勇气想死，没想到让你一泡尿把我给逼回来了。嗨，啊，别别，姑娘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这也是好事。为什么要寻死呢？嗯，怎么还哭了？我男朋友不要我了。哦，失恋了。他非说我出轨。什么？出轨？说我跟王先生出轨，他其实冤枉我。人姓赵。哦，嗨。不是就换个姓儿吗？你这孩子是老陈的，好家伙，那是得不要你。于老师感动了，是吗？这就是我心中的白天鹅呀。你怎么瞧出来的？这是
那就是贞洁烈女啊。啊，我很喜欢你，我可以和你在一起吗？我这瞧见什么了？女孩看看他啊，想跟我在一起，你嗯、啊，你不能交过女朋友啊？我没交过女朋友，我还真许愿啊。那行，嗯，但是我有要求。什么呀？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。哎呦，谦儿叹口气，嗯，有车有房可以做到。是买车买房呗，对，但我是个孝子啊，哎，父母双亡这个事儿啊，你得给我点时间呢。哎，嚯，我真要回去下手去，是怎么着？因为我父母啊，他出去玩去，没在啊，怎么也得等他们回来是吧？好家伙啊，我准备准备，我犯得上犯不上了我。女孩这才同意跟你在一起，人还真吐口、啊、哎，啊、哦，在北京最高档的一个别墅区哦，租了这么两套房子。住两套，哎，女孩住二套，是你住三号、哦，你们就算是同居了。我缺心眼儿吧，我啊，我们俩一人一套房子算同居了呀。就是你一直没想到这个啊，每天早晨买早点给人送去，嗯，伺候人吃完了刷盘子刷碗，是中午你还买菜哦，哎，晚上都收拾好了，是说晚安你就回来睡觉。嗯、我浪催的，我这是一晃了一年多呀，啊，一眨眼。一年半，哦，这天晚上于老师自己呢躺着不睡觉，我一人住啊，晚上睡不着啊，嗯，电视正演《动物世界》，哦，《动物世界》里边有话，说什么呀？春天来了，动物到了交配的季节，哦，于老师坐起来了，嗯，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，我这才想起来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我拿《动物世界》当毛片看了，我这，我这业余生活太匮乏了吧，我这个。我要去找我的女朋友，这才想起来有那儿的钥匙。早干嘛去了你？到那儿拧开门，一开门啊，床上这女孩跟一个小伙子躺在那儿了。哟，于老师愣，傻了，打扰你们了吗？哎，俩人坐起来了哈、哎。愚人节快乐！于老师可开心、啊、愚人节啊，我还挺配合。啊、晚安。哎，我走了。于老师就走了。嗯。一晃又半年，这就两年了啊！嗯，半年后的一天，于老师和这个女孩并肩走在街上、嗯，突然间于谦站住了。我想起什么来了？不对，嗯，那天不是愚人节吧？嗯，半年以后我才想起来。跟我说，啊、你是不是骗我？哦，那天不是愚人节。我就找他，路边有卖西瓜的。嗯，于老师一伸手把卖西瓜的刀举起来了。是，跟我说实话。哦，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。这就威胁，千钧一发，我到了。您说什么？谦儿叫我，还一回头、嗯，哎，这是刎颈之交，这不是刎颈之交，我就死你手里了。这是后事都是我给办的，那管什么呀？坟前立块石碑，两个大字写着“活该”哎。对。我这也有点活该，这就叫刎颈之交，那就是抹脖子嘛。哎，这都不算什么 哦，最厉害的是金兰之交。金兰之交又是什么意思？拜把子，干兄弟。为什么叫金兰呢？啊，世界上没有比金更贵重的金属了。哦，兰呢，闻着有香味儿，是君子花。哦，用金和蓝代表这种崇高的友谊，叫金蓝之交。于老师和另外两个人金蓝之交了。哦，我有三个兄弟，一个是高峰啊，嗯，一个是孙越。哦，我们还都同行。高峰就是德云社说相声那个，对，大高个戴眼镜，摘了眼镜什么都看不见。高老师，高峰、嗯，孙越是跟岳云鹏说相声那个胖子。哎呀，德云社将近400斤，大胖。啊、嗯，他那个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哎嗨，没形，嗯，大胖子，嗯，哎，三个人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拜把子了。从此之后就是亲生的哥们儿一样。啊，对，哥仨、嗯、一路往这边来，接上我们去取经，知、哦、道吗？我们是猴和八戒是吗？没我啊，就你们仨。嗯，这里边要有我的话，我就拦着你了。怎么还拦着我呀？别跟他们俩一块拜把子。哟，您这干嘛呀？您的人品很高尚，那您捧我。他们俩人在道德在方方面面有些欠缺。哟，这话严重了，人不好是吗？嗨，有的事儿也很难说、啊、怎么回事？咱们就说一个很小的事情，简单的说，高峰
和孙越的太太有些不检点，有没有很兴奋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你不要戳破，不要戳破。我这个怎么回事？你看，你看，这你看，这他都不知道吧？求知欲很强。对对，这个谁？孙越就住的那小区叫什么？叫高老庄啊？是什么？还是猪八戒呀？不是，他媳妇姓高，姓高。对，高太公的三闺女。这你甭往这猪八戒身上说。哎，有的时候有的事我不爱说，不好听，背后给人串闲话似的。我讲没有外人。孙越告诉媳妇儿：“我们有演出，我得走。嗯，我得走四五天。”哦，大胖子收拾东西走了。哦，他刚走，怎么样？高峰就来了，前脚走。好，戴眼镜。嗯。到了，真找着了。哎，叮咚，门铃，门铃，门一开，嗯，孙越这媳妇儿，嗯，高翠兰呢，她叫，哎，这别提这名字了，进来，嚯，高峰就进去了啊，哎，门一关，高峰把眼镜就摘了，摘眼镜，干嘛？到青花池了是怎么的？全脱，干嘛？一丝不挂，哎，对，干什么来了？你看，全脱。但是摘了眼镜就看不见了，哦，一丝不挂看不见了。嗯，洗澡在那屋，你进了屋再摘好吗？跟你爸爸学的吗？就别提这个。嗯，孙胖子媳妇搀着他，哦，搀到洗澡这屋浴室，哎，到这儿扶好了。嗯，哇，调好水，洗头水在哪儿？这个费劲劲的，还有心肠干这事儿？洗。嗯，洗干干净净的，关上了啊。浴巾在哪儿？全找啊。嗯，这会儿功夫门口砸门，谁来了？孙胖子。哎，这不四五天的吗？开门回来了。哎呦，演出推迟了。嚯啊，改天再去啊。孙越这媳妇也傻了，老高也傻了，那谁都得傻喽，尤其是老高啊。啊，一丝不挂又看不见道。对，怎么办？嗯，孙胖子这媳妇太聪明，想什么主意？出来，蹬、哦、出来了。嗯，浴室外边墙旮旯，你站好了。嗯，摆个姿势，摆姿势。嗯，干嘛？家里有大盒的痱子粉，爽身粉。他们家那爽身粉大盒的啊，哎，四十斤一盒那种。嚯、哦，面口袋这是。孙胖子吗？啊 啊！打开，从上呜，哎呦，一身白，一倒倒一盒。啊，高峰跟这站着。啊，他媳妇儿打旁边摘一个台灯的灯罩，嗯，给扣脑子上。哦。高峰还有这姿势，这才开门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嗯，哎，演出推迟了。哦，演出推迟了。这个我们那个主演那个老艺术家啊，上赞比亚了。哎，好嘛，这都连着的感情。嗯，说等过几天啊，那个释放之后我们再演。哎，等郭德纲救那是。这不挨着啊，这还不挨着呢。孙胖子拎着箱子进来。嗯，看了一眼墙角。嗯，哎呦，眼神也不怎么。媳妇儿瞧什么呢？啊，赶紧赶紧，这忙活活的啊。啊，这回来的时候是中午。哦，那两口子吃饭。嗯，吃饭收拾完了，胖子啊要午睡啊，睡会儿觉，躺了会儿。嗯，高峰一直跟墙角。啊，这位还真执着。嗯，睡到下午四五点，胖子起来了，哦、弄晚饭吧。啊，吃晚饭，吃晚饭。嗯。人两口子跟这儿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呵，八个大菜，还喝点酒。哦，这顿饭吃了九点多啊，吃完了收拾完了，坐着看电视。是，高峰跟这儿。哎，好嘛，这体力活儿，这是打早晨八点半洗完澡就一直这样。哎呀，等着吧。嗯，晚饭收拾完了，十一点又夜宵。好嘛，叫的烤串儿，叫的乱七八糟的，哎、人两口子又吃又喝啊，吃完了都收拾了。十点多收拾完了，十一点多吃的夜宵，十二点多聊了会儿天，又吃点水果，一点半这才开始睡觉，这才躺下，才躺下。嗯，两口都躺下了，这媳妇儿心都到嗓子眼了，那是站一天的呢啊，心噔噔跳啊。两点半这媳妇儿才睡着，哦，睡着了，孙胖子坐起来了，拿手指着这媳妇儿，哼，转身下地。啊，奔厨房，一把就把大菜刀抄起来了，这是要动杀心了。大冰箱里边，嗯，把面包拿出来，烫烫，剁了两块，嗯，大
大颗火腿烫烫切了两片，面包夹火腿这么大块啊，打不出来，奔高峰就来了。干嘛呀这？高峰还跟这站着。哎，这还站着呢。孙胖拿着面包夹火腿，嗯，哎，吃吧。嗯，在于谦家差点没饿死我啊！我还有我的事儿。